南国国小林欣彤，林欣彤，花坛国小。恭喜恭喜！啊，高年级组第二名的两。一下哈，我们红包里面的奖金呢，要拿到我们前面服务台那边领取现金。好，奖金呢，红包里面的奖金要到前面服务台那边来领取现金，好不好？好，得奖的同学要记得把红包里面的单据呢到前面服务台领取现金，谢谢。恭喜上第三。好，继续我们宣布得到第二名的中年级组两位小朋友，新平国小的王玉云。拜拜。